你醒了？这是在给我做早餐吗？嗯。嗯。金刚怎么会来啊？我没穿外裤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穿裙子。那怎么办呢？嗯。要不闹了？你就这样就好了。来了。 哎，来了！今儿怎么没上学啊？臭小子，快进吧。金刚，今天为什么没上学啊？啊，是不是又装病逃课呀？不是我装病啊，是老师病了。老师病了呀？嗯。 是学校代班老师病了，临时放假，这孩子闹着要找爸爸。想爸爸了？阿姨好。许多阿姨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许多。阿姨好。哎，我见过他，之前你们送孩子回来，我给他姥爷还说。 小童的同事啊，真漂亮。谢谢阿姨。哦，打扰了吧？我带孩子先上我那儿去了。没事，不打扰。我们刚好有吃早餐。一起。咱们一起吧。来。哎。哦。你也来一个。哦。金刚，多吃鸡蛋啊！吃鸡蛋呢，长大以后就会像爸爸一样又高又帅。 叔叔阿姨啊，我不爱吃鸡蛋。那你长大以后不想像爸爸这样又高又帅了？那就行。我饱了。吃饱了？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没吃啊？刚才。 在车上待一会儿，可以吃冰淇淋。<笑>那你得问问爸爸，让不让吃，带不带你去买哟。<笑>别弄得跟小姑娘一样啊，要男子汉一点啊。你先陪爸爸去换个衣服，爸爸带你去买，好吧？你先陪他去，我陪姥姥坐会儿。 那你们聊一会儿吧。哎，好。来，吃冰激凌。小朋友想吃什么呀？这个。金哥。 给我们来一个这个。好嘞，好。那你走啊。拿好了。吃大了就开心了。好。走。这臭小子，吃完了冰激凌还想去游乐场。 我是看你想起飞啊！嗯，那你们去吧，姥爷还在家，我回去吧。那送你一下。来，金刚，送姥姥。奶奶再见。哎，再见了。听话啊。嗯，慢走，阿姨。你慢走。跟姥姥再见。姥姥再见。再见。臭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 太寒了，给爸爸吃一口呗。不，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哎呀，抓住你了，我那跑啊！嗯。
怎么感觉你有心事了？没有。你有什么事儿还能瞒得了我？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心事能瞒得了我吗？我没有骗过你啊。 我知道有些事儿藏在你心里，你不愿意告诉别人。你不想说，我也不怪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愿意和你一起分担你生命的一切。是金刚老了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 我们不是他亲生父母，但是他像对亲生父母一样孝敬我们。阿姨，他孝顺你吗？是应该的。这不是应该的，因为我女儿没嫁给他。那，金刚？啊，孩子是我女儿的。 和他没有血缘关系。08年他们大学毕业前，两个人就分手了。这事儿不怪我。08年他们毕业的时候，什么基础都没有。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个稳定的生活。 极力的反对他们恋爱。那时候的决定，现在想想，我们做父母的太失败了。后来，女儿出国了，在我的要求下，她在英国嫁给了别人，生下了金刚。孩子生下不久，那个男人。 就背叛了他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外，为了孩子，他兼职了好几份工作，所有的辛苦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。后来遭遇了车祸，医生也没救过他的命，他走了。 成了金刚的爸爸。这些你都不知道吧？小童就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事儿他都闷在心里，默默的自己承担。他照顾孩子，照顾我们俩。
可是我每次见到他，我都特别难受，很愧疚，我也心疼他。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，他应该有个家庭。 快乐的家。 袁飞让我第一次见到的金刚，我见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不希望这个孩子从小没有父母，我想做他的父亲，将他抚养长大。 爸爸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小伙子。那最勇敢的孩子想吃玩过山车了。过山车？可是爸爸恐高啊。我要爸爸陪，我们两个都是最勇敢的。哦，天哪！走吧。我们一起。 好过瘾，好开心，把我玩累死了。你都把人家娱乐场玩关门了，能不累吗？哎呀，我感觉今天爸爸骗我。爸爸怎么会骗你？他说我是爸爸的孩子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本来就是爸爸的孩子呀。今天呀，阿姨跟爸爸在聊天。 我说金刚真的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，是爸爸的好孩子。哦，我说嘛，金刚啊，你要乖乖的，长大以后啊，要像爸爸爱你一样爱他，好吗？嗯，爸爸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了。你也是爸爸最爱的人，阿姨爱你。 谢谢你啊，烂书包。
男人的秘密。 真没，明天我们就要和 IC 集团进行全自动物流系统的签约仪式了。所以，从这周开始，我决定取消研发部 AB 组建制，将两组合并，你任组长，全面负责，李德辅助你，成为副组长。江总，你放心吧。 首先，我会完成好后续的工作。但我有一个想法呀，这个 AB 组建制合组，但是可不可以保留给我们 A 组一些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呢？因为这次天诺机器人啊，给了我很多经验和想法，我也意识到了之前的很多不足，所以我希望在下个月可以重新启动自动驾驶项目。这事儿。 这不是您之前答应我的吗？说我完成了整个的物流分拣项目之后，就可以重新启动这个项目。如今我已经超额完成了。但是现在，全自动物流体系是咱们公司的拳头产品，所以不宜分散精力。可是之前您答应我的事儿呢？ 还是说您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过要遵守承诺？时事不同，当初我是答应你的，但现在不适合。有什么不适合呀？我坦白说，自动驾驶项目的难度远胜于全自动物流系统。现在风口变了。 大经济形势你也了解，资本热潮已退，研发难度高，变现利润又看不到。一句话，现在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希望。这是您的定论。这是大家的看法。大家的看法。但是在几天前的路演之前，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的？ 所有人都认定全自动物流体系没有办法成功，但是结果呢？谁是对的？你的意思是你比我正确？江总，我只是在就事论事啊。请服从公司安排。我是不是已经很服从公司安排了？我放弃了我研发了两年的项目，我去完成一个根本就不在计划之内的项目。江总，如今我做到了。 现在该你来遵守你的承诺了，童宇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全自动物流系统的最大功臣？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我只希望公司可以信任我的项目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，不要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。 只考虑眼前的利益了，江总。我真的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大利益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咱过几天再谈。江总，我今天必须要一个说法。今天我说的话，就是一个说法。自动科技的未来大方向，是不容改变的。而决定自动科技未来方向的，是我。 我懂了，我既然决定不了未来智能科技的大方向，但是我可以决定我的去处，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在你口中没有希望的项目，无论我在哪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你懂我的意思。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智能科技和你到底是谁成就了谁。
我只是希望不负承诺，无论是你还是我，还是智动科技。江总，感谢你之前所有的照顾，你保重啊。 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把公司自动驾驶项目全部资料发给我。对，之前的全部。进。江总，首先，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今天出席的领导和嘉宾。 他们分别是世界知名物流公司 IC 集团总裁齐盛强先生，欢迎您。哎，这个人我还挺服的，当年一个人单枪匹马做出了整个物流界的改革。他成功之前呀，也受到过很多的质疑，甚至还差点破产。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， 都会经历很多学习。副总裁张天明先生，欢迎您。第三位是我们智动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江大凯先生，欢迎您。智动科技首席运营官许多女士，欢迎您。 智动科技首席技术官童宇先生，欢迎您。与首席技术官李德先生，欢迎你们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报以最热烈的掌声。有请到的是今天发布会的主角，前几天震惊我们认知、彻底改变物流界的智动科技全自动物流体系的开拓者、领导者、总工程师。 江大凯先生，欢迎您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熬夜搞错了，咱们先听听看。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感谢大家。 不远万里来参加这个路演，以及这个签约仪式。谢谢大家。童宇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决定智动科技未来方向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智动科技和你到底是谁成就了谁。 当然，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得力助手，童宇工程师和李德工程师，他们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，辅助我完成了这个项目，才有了今天的结果。谢谢你们！任何改变世界的科技创新，背后都有艰难的抉择。 和付出，但是改变生活的科技会让这些付出都变得值得。就像我的人生，一切光辉背后虽血雨腥风，却都苦得其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智动科技未来无论如何。 永不忘记承诺，改变生活，享受未来。
童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。签约仪式还没有结束呢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啊？这是我们整个 A 组日夜奋战，差点半条命都搭进去了，结果呢？总工程师是他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但这个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会找他谈。我跟你说，找他谈没有用的，他就有意想要报复我。昨天江大凯找我聊了很久，我跟他谈了自动驾驶项目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要遵从他之前所有的承诺。他想要取消 AB 组建制，就是想要将自动物流获得更大的利益，你懂吗？当时我拒绝了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要报复我。你为什么昨天没有跟我讲啊？我不想你什么事都为我担心，这是我工作的事情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那你处理的方式是什么？你现在走了，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对，我需要解决根本问题。童宇，你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，我不拦着你，但不是现在，因为这个会议不是江大凯一个人的，是智动科技全部员工的，这是无数个员工日夜奋战之后的结果。你能不能等这一次签约结束，你再跟他去做了断？好。我答应你。你先回去吧，你等一下不是还有一个采访吗？我可以不去的。我在这里等你回来，快去吧。我知道对你很难，答应我。这个万老总会，哎，那个陈副总，帮我招待一下大家。哎，好，开走。我刚刚还到处找你了，怎么签约仪式还没结束就走了？有您这个总工程师在那儿，还需要我吗？原来是为了名头生气了。我还以为我们童工程师是个不会为了虚名的圣人。江总，我觉得您才是个圣人。难道
研发的一切成果和资料，公司都备了案，也申请了专利，你一页纸都带不走。这也是合理合法的，因为你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研发出的成果，他们是属于制动科技的。如果你擅自使用这些成果，那么恐怕下次你见到的就不是我本人了。哦，对了，根据合同的竞业条款，我有权要求你两年内不得出现在任何同类型公司。童宇，对不住，恐怕你的梦想永远都不会实现。江大凯，我不得不说，在不要脸的这个事情上，你真的是一个天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无论是全自动物流还是自动驾驶，他们到底属于谁，大家的眼里自有公断。童宇，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幼稚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重要？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的目光都要围绕着你？我曾经提醒过你，到底谁成就谁？制动科技是我江大凯的，至于 CTO 是谁，是李德还是谭小涵，都没有关系。在资本面前，才华有一些价值，却不是决定作用。IC 集团副总裁张天明先生在之前的路演上对你赞赏有加，哎，可就在刚刚，他笑得比谁都惨了。所以，他们关心的才不是总工程师是谁，他们关心的只有未来的商业前景和巨大效益。记住，在资本面前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我可以高高的抬起你，也可以一脚踩死。我等着看你怎么踩死我。别闪着你的脚。你也是，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，你知道现在的工作压力多大吗？真是的，哎，你也不跟我们哥几个提前商量一下。哎呦，你不要再念叨了好吗？你跟唐僧一样念经，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，现在是姜胖子骑到他的脑袋上去了，这事儿有什么可商量的呢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现在职场上哪有不为难人的公司啊？我就是一老师，就上个课。我还得跟我们学校领导打好关系呢。老谭，给我来箱啤酒过来。我来了。到到到，这样这样，明天啊，明天再去跟你们领导好好谈谈，啊。郭老二，求你了，稍微让我安静一会儿，我谢谢你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不是为你好的吗？哎呦，你得了，你别为他好了，你搞清楚一点好不好？咱没必要这么去做呀。他这个脑袋去哪儿不能工作呀？行了，小飞，我觉得郭老二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啊，不就是什么狗屁，什么竞业协议嘛，两年呢，现在倒好，
全部重新开始，太亏了吧？全部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咱能不能现在别聊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就是想说，能不能别说了呀？彤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咱们喝点酒，吃点东西，咱别聊了，好不好呀？不，我没跟你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你老是拿这种教育的口，你怎么老是做惯了？是不是老是教育别人？我不爱听，这行不行？那你不爱听，你回家呀？凭什么我回去啊？很逗了个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对兄弟坦坦荡荡，我不像某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好吧？你说谁啊？说你啊？我说谁呀？你告诉我。你送艾米回去，你去哪儿了？回家了呀。回家了？艾米跟我说你们喝咖啡去了，是吗？我去喝个咖啡，我觉得我没必要说吧。OK OK， 喝咖啡不是什么大事，没问题。但问题是你为什么骗我们呢？行啊，我呢，多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我就问一句，你是不是喜欢艾米？能告诉我们吗？我不喜欢。郭老二，你也不喜欢艾米，你是不是还喜欢许多呀？不是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跟你说。这样，我觉得今天咱们哥几个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说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对谁都有话说，对谁都好呢？跟哥几个就不能说一点实话呢？为什么呢？郭老师，你喜欢的没事你告诉我，没关系，咱们俩可以公平竞争，可以吗？我们俩真的就是那个……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为什么半夜2点钟你们俩还在通电话？因为我们俩在聊事情啊。聊没有别的，聊什么事儿？聊什么事儿啊？你告诉我。我答应他了，我不能说。你拿我当兄弟吗？行，这样。等会儿，稍等。你说，你送艾米回去，后来你们喝咖啡去了。你说你晚上睡觉了，然后你跟许多打电话。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，郭老二？你可以说对吧？你可以有想法。这两个姑娘你喜欢哪个？还是说这俩都你都喜欢？不是现在兄弟之间连这真话都没有了，不能说是不是啊？能说，但我现在不想说了。哼，是你不想说，你觉得我们三个跟你不是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，对吧？我没你高，没你有文化，没你有学识。对吧？你觉得我们三个疯疯癫癫，每天都是疯疯癫癫的，你觉得你最正常，但其实你最不正常。所以爱情道路上你一直有坎坷，一直是失败的，就这个原因。就这个。行了，小飞，闭嘴吧你！是不是喝多了，什么都说，越说越没谱了啊？我怎么没谱了？行了吧你，少说两句，自个儿屁股还没擦干净。你放屁！我屁股没擦干净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被离婚，行吗？老子离婚协议书签了，已经。你既然这么不爽，那你为什么要离呢？你为什么不追回来呢？我想追啊，我能追回来吗？我说算吗？你想买房子，你买得起吗？你说我，你可真逗了你。别闹了。是，咱们几个，我最没有资格说别人了。我什么都不如你们，你们什么都有，我呢？我有什么呀？哼，我到现在，我连一套房子的首付我都交不起。我有时候就想想吧，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跟你们站在一块儿。但是，至少我敢做敢当。我敢承认，行了，
看今天吧，气氛也不对，咱们散了。散不了。我觉得哥几个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今天就把他都说出来。咱们不需要任何的藏着掖着。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啊？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大局什么时候以我为重了？我什么时候在局里吗？我不在局里。赚钱谁不想？怎么赚啊？拿抽成。啊？欢迎光。他今天到店里找过您，想跟您说件事儿，是老爷子的事儿。老爷怎么了？